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5.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与幸福有约。这个节目是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的，我是主持人小冉。今天是2014年的5月31号，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多伦多，大多伦多地区肯定发生着很多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小冉要跟大家重点要说的是，此时此刻在 Mississauga 的 Celebration Square 正在举行卫赛节的庆祝活动。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各个佛教团体联合举行庆祝佛陀圣诞这样一个隆重的活动。那么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今天只有小冉，我们的主讲嘉宾永固法师此刻呢，他正在 Mississauga 的 Celebration Square 参加现场典礼的庆祝活动。那么按照流程呢，我知道我们应该在，当然这个活动呢从下午3点钟开始，是一直持续到6点钟的。那么从按照仪式的规定呢，大概在4点45分的时候呢，佛光山的这个代表团啊要登台去演唱梵拜，要演唱心经和佛号。整个这个演唱呢有70人参加，永固法师带领着70人要登台演唱。那么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非常想了解现场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就先联系一下永固法师，永固法师的手机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来联系一下，然后看看永固法师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假如他不能接听我们电话的话，没准是觉谦法师在接听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的节目是5点钟要现场直播的。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主讲嘉宾在现场，我们非常想分享到现场的状况。喂，哦，太好了。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觉谦法师您好，我是小冉。嘿，小冉您好。您好，可以听清吗？听得到。那个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啊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与幸福有约的这个节目呢是每个星期六下午的5点钟。我知道此时此刻在Mississauga 的 Celebration Square 正在举行卫赛节佛诞庆祝活动，您在现场对吗？是，我现在在现场，对，活动在进行中。哦，现在的活动进行到什么状况了？跟我们介绍一下。好，现在这个活动呢，是我们佛光山的梵配团呐、啊，我们的法师们跟我们的在家居士们在唱诵梵配，是我们的表演。哎，前面的时候的就那个越南寺院跟斯里兰卡寺院已经表演过了，现在这个时候就在唱我们的回向。哇，好像我隐隐的可以听到一点点哈。对，你现在在当场的时候，我现在走出到广场上的话，可能已经听到这个梵配的演唱了。哇，太棒了。我是想了解一下哈，就是现场大概有多少人参加今天的庆祝活动？哦，我现在看过去，在这场地上是叫做人山人海呀、啊。哇，我在看的话，可能至少有4到5千人呐、啊。什么？4到5千人？对，场地上也是也是人头，在场地旁边也是人头，因为今天阳光普照，所以呢，有些人就在那个树荫下，有些人就在广场上晒太阳，在看着节目。节目一定是非常丰富吧？现在咱们进行的是梵配的演唱，之前还有哪些呢？哦，在之前的话，有斯里兰卡寺院，
他们唱了一首他们的那个赞颂佛陀的斯里兰卡这个赞颂曲，嗯，然后过后的话他们的那个传统的舞蹈团呢、啊嗯、他们也在表演他们斯里兰卡很传统的舞蹈、嗯、也是赞颂佛陀的，这就是斯里兰卡的寺院的两个表演节目，嗯，然后过后的话就是越南寺院，他们第一个表演呢就是请了小朋友来表演，说他们对佛陀的那个啊刻苦耐劳啊，真的是很努力的修行的那个，做了一个也是赞颂佛陀的，嗯，过后他们也有啊唱了一首越南的那个传统歌曲，嗯，然后过后的话就到我们佛光山的哦，就是梵呗演唱，嗯，那现在刚刚才结束了我们的梵呗演唱，哦，那从人数上来讲，佛光山的梵呗演唱，应该是人数很多吧？是不是里面最多的？哦，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梵呗演唱来有70人。哦、okay, 还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然后之前在这个表演之前的话，我们在看国歌，也是我们这个多伦多佛光山的那个合唱团，嗯，代表全场唱，带领大家唱我们的加拿大国歌。哇，那一定是非常隆重、非常庄严的时刻。哎，是是是是是啊，台上都是挤到满满。然后这次的话来啊参与这个佛诞节的僧节的话，就是法师们，嗯，大概有58位法师。哇！然后我们这个政府官员的话，也有代表了我们的哈佛总理，嗯啊，哈佛总理的话也致辞了，就是还有我们的康斯的市长啊、省长他们也过来了。哇！哎，过后的话就是斯里兰卡他们做了一个 prayer、嗯、就是以他们的斯里兰卡的语言做了一个prayer chanting、嗯、然后过后就是越南的 chanting， 我们中国华中国语的 chanting、嗯、过后还有日语的 chanting、嗯、还有藏传的 chanting， 所以这个是一个佛教的大合在一起办这个活动啊。哦，好隆重啊。那这么说来的话，有这么多个佛教团体，就是在多伦多当地的这么多个佛教团体都来参加了。是，我们现在有大概有30多个寺院哈、哦，嗯，在啊都有他们的摊位，嗯，然后展示不同的那个佛教的 tradition，、嗯、他们的那个每个的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嗯，那今天在这个庆祝现场啊，除了有这些演出表演之外，还有其他的活动啊，或者摊位上都在做什么事儿呢？哦，在摊位上的话，哦，不同的那个佛教团体，他们就展示他们如何去啊膜拜佛陀，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东西。现在我们的住持永固法师啊已经从台下下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电话交给我们的住持永固法师好吗？好的好的，谢谢您觉谦法师。 好，谢谢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永固法师、嗯、您好。是小冉，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是吉祥日。今天真是吉祥日，很高兴。您也是特别忙哈，刚刚从台上带领大家演唱梵呗下来，现在又在接受我们的连线访问呢，真是非常辛苦非常忙碌哈。但是我觉得没有再比这样的安排更好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不晓得刚刚觉谦法师跟他报告了大概是有一些台子嘛，嗯，哦，有些出席的贵宾啊，还有多少国家的这些是寺院代表都有说了是吗？我不好意思，我刚刚走过来啊，刚才上下来。哎，对，您先喘口气儿哈。我们大家呢都是在这个节目的播出当中啊，在期待着更多的了解整个庆祝活动的状况。刚才觉谦法师呢跟我们说到了之前呢有越南寺庙带来的演出，有斯里兰卡的那个佛教团体带来的演出，还有来自哈勃总统还有省市的议员带来的一些问候和祝贺。那因为时间很仓促哈，您能不能再跟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整个这个庆祝活动的发起呀、啊、它的这个意义呀、啊、还有参加单位的情况。好，这个是主要是由一位斯里兰卡的寺院法师叫，我们都称他班特啊、嗯、那他是代表南传佛教，那么
他就一直想要我们佛教能够让这个加拿大这个社区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进一步认识但是毕竟真的团结力量大那么他就邀请，因为他是院在 Mississauga， 那么就邀请 Mississauga 的有三个比较有这个规模跟代表的寺院，那一个就是他们斯里兰卡的寺院那第二个是越南的这个叫法云寺那个斯里兰卡寺院叫西方寺然后呢就是代表汉传的，那当然是多伦多佛光山寺那由三个寺院共同来主办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呢是因为像今天有21个佛教的寺院带着他们的信徒那这些国家十几个国家的这些各地的人来所以像就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佛教文化然后呢社区上的朋友也来到现场我这样看至少都超过5000人以上今天对现场阳光普照大家都很开心对那么对社区上的朋友们也来借这个机会认识佛教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所以去年是第一次那今年是第二次我们相约明年还要继续太好了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佛教来能够接触佛教认识佛教也非常感谢有斯里兰卡和越南的两个佛教的那个团体来参与整个的主办和协办的工作那个我记得那一天我看到在佛光在咱们道场呢有一幅巨大巨大的佛像现在这幅巨大的佛像就挂在那个整个庆典的现场是吗对那个这个我真的要形容一下就是因为它的现场有40尺宽舞台整个舞台有40尺宽40尺高就大家可以想象就再远都可以看到这一幅巨大的佛像其实这幅佛像呢是我们佛光山拍摄我们禅堂的释迦牟尼佛的圣像然后把它放大做成个大型的这个banner 挂在这个悬挂在整个舞台的这个舞台上方正中央真的非常庄严其实从这个时候如果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得及的话我们的活动预计会要到6点钟我想有可能到6点半所以如果来得及的话现在赶快来到现场都很好太好了太美妙了再想象一下哈虽然我在直播间里头但是我可以想象在夕阳西下如果说能够在6点钟之前来到我们这个 Mississauga 的 Celebration Square 现场的话能够远远的就看到一幅巨大无比的佛像在夕阳西下辉映之下的熠熠发光的状态一定会让我们在那个意识里面种下这个金刚种子哈，佛陀的金刚种子。就是，而且我们现场的布置呢，因为也是我们佛光山主要负责这个大型的布置那么在这一幅巨幅佛像前面有两个怎么讲上下层的佛桌布置我们妙觉法师带着义工做的有这个七种贡品的那个贡品的塔，因为佛像很高大嘛所以连贡品都要差不多有将近2-3尺都非常的大。然后我们现场插花老师桂香师姐带领的这个插花组那一对花也很大那他们还在中午还在插花的时候经过的一些就本地的这些小朋友就说都会问这是什么大活动，你们为什么插这么漂亮的花我可以有一枝花吗这些大家都很好像来到这里就会融入那个现场太好了太好了然后整个舞台的前面呢就是舞台下面呢最前端呢我们布置有就是整个40尺宽的浴佛池同时呢就可以有就比如说20个人呢同步进行浴佛所以现场呢现在是又是这个各民族的
传统舞蹈表演节目表演、嗯、然后呢在台前呢就台下前方呢、嗯、也同时在民众在浴佛，所以真的非常欢喜、嗯、今天真的是欢喜日、嗯、太好了太好了、嗯、我相信听众朋友哈、啊、听到我们永固法师这样现场绘声绘色的介绍，一定会有一种澎湃的心情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赶快开车现在往 Mississauga 的 Celebration Square 开行哈。那利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进一下广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顾师傅，跟我们来介绍现场的状况。好，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顾师傅，一会儿见。嗯，好。多闻思维修行，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去贪断嗔除痴，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多伦多佛光山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将于6月15日共同举办宗教联合祈福法会及佛光圆游会，上午11点举行祈福法会，多个宗教代表将一起祝愿世界和平。中午12点佛光圆游会，数十个摊位，百多种美食，外加儿童游乐场，充满欢乐的星期天，健康美味又好玩，欢度父亲节的最佳去处。有关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或者浏览网站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亲爱的听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现场。刚才呢，我们连线永固法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在 Mississauga Celebration Square 正在进行的卫塞节佛教联合庆祝佛陀圣诞这样一个隆重的这个活动哈。刚才永固法师跟我们介绍了，我们有一幅巨大的40尺是吧，顾师傅，40尺的，而且我真的不敢想象哈，如果40尺的佛像要配我们供花也要巨大，然后供的果也要巨大，那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平常常见的在佛堂里面看到的佛像，供花和供果，所以冲着这一点哈，而且呢，这都是点座组啊，那个花供花组的，供花供果，供果的布置组。香灯组、法务、总务、金刚组，哎呀，我们差不多出动了将近200位义工啊、准备现场。那光义工组、公关接待都需要好多人哦。而且关键是美的不得了，是你真的平时是看不到的，所以呢，真的要来一睹这个盛容啊！是，哎，小冉，我是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听英文哦。嗯，我刚刚啊，后来录音之前，我就邀请了这一次的庆祝佛陀圣诞这个活动的承办的主席啊、那么我们都称他班切啊，是非常非常亲切的一位南传比丘，他真的是发这个菩萨愿心来的哦，那他希望就是说把各国的佛教都团结，大家走在一起啊、展现啊、这个整个佛教的这个就是文化给大家认识这样啊。好，我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们讲几句话。太好了。之后呢就我们这个
这英语翻译组的觉谦法师会跟大家简单的中文翻译，你看这样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您把电话交给班蒂法师。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哎，好嘞。听众朋友们，等一下哦。好嘞，好嘞。Okay,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for this interview. I'm so glad to be a part of this. Today is a great celebration for all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Toronto. This celebration is organized by three Buddhist temples in Mississauga. Mm-hmm. Western Buddhist Temple.Foguangshan Buddhist Temple of Toronto and Pavwan Buddhist Temple. So I'm the chair and president of this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I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several times, and we have some objectives of organizing this kind of event. We have many Buddhist being in Canada, especially in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and my objective is to unite all Buddhist people, them together, and also to make Buddhism awareness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a lot of Canadians who ar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and they would like to go to different Buddhist temples and meet Buddhist monks and nuns.And so when we organize an event like this, this becom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people to come and see and observe and,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Buddhist customs, and to meet the Buddhist monks, and also to introduce the Buddhist temple to the Minister of Society of Canada. Mm-hmm. And I had all the support from all the...organizing temples, especially Venerable Yung Ku from the Foguangshan Buddhist Temple, Venerable Thampa from the Pavwan Buddhist Temple, Venerable Thambawasa from the Western Buddhist Temple, and Venerable Jie Cheng from the Foguangshan Buddhist Temple. And I have their support, and they are cheering me up, and with their support I was able to put this show together. And today we have...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Buddhist people coming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iving in Canada. We have achieved our objectives. And last year we had a great event, and I had a dream or one of the goals to have a Buddhism Heritage Day with the MPPs of Ontario.And we were able to do this as a legislature building with all the MPPs, including the Premier. So this time we invited the federal, provincial MPs, senators, ministers, and different dignitaries, high commissioners, ambassadors. And they all came here, and they have seen the huge turnout of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Toronto. So this is a way of building...strong Buddhist voice in this country. As the chai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 feel so happy and I'm delighted. And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event. And I'm here with Venerable Yung Ku. This is a great and happy moment for me, you know. So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谢谢。对，我们请觉谦法师给我们翻译一下，翻译一下哦，时间上可以了，好，请等一下、哦、可以，好的，好的。刚才我们的班特啊，他就是讲了一席的话，我重点是做个翻译哈、哦，他就是讲说我们这个团体这个活动的话，由三个寺院一起的合办的，然后三个寺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他在这个。集合大家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的那哈，就是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个佛教的那些寺院啊团体可以做一个联合在一起，达到佛教的融合，然后也让更多的当地人啊知道有佛教在加拿大的存在呀、啊，然后而且他也发觉到其实有很多加拿大人对佛教都很有兴趣，但是就很不知道说去哪里找寺院，所以他就办了这个活动，然后主要的目的呢也是希望是说让加拿大的政府。
也了解到我们佛教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大团体的，所以在去年在办这个佛诞节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MPP 啊，其中一个 MPP 就在我们的这个多伦多GTA 的那个国会里面就办了一个佛教文化日，就是因为有我们的这个 Celebration Square 的这个活动，激发他在那个国会那边就办了这个佛教文化日，而班铁也希望是说把佛教不只是带给民众，更让当地的政府也可以知道我们佛教，而且认可我们佛教，这个就是他要带出为何要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Benty， 谢谢 Benty 法师，也谢谢觉谦法师给我们做翻译。好的，我现在把电话交还给我们住持永固法师哦。好，谢谢，谢谢。哎，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听得还可以吗？听得非常清楚，听得非常清楚，而且我们很开心啊，就是让加拿大政府能够认识佛教，能够知道佛教对于稳定社会的意义，这个真的是我们佛教徒的心愿心声啊。是，其实我们因为这么多的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这。就是民族也好，种族也好，这么不同的移民啊，我觉得有必要多认识其他的宗教或者民族的这些文化，是有必要的。好的，永固法师，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哦，这么快啊？对对对，广告回来以后呢，我想因为刚才呢，我知道您是从台上演唱完这个范。倍的，然后呢，我们为了这个保证我们播出的品质哈，我们也事先呢录了一段范倍，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想请听众朋友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我们现场范倍的演唱状况，好不好？刚刚我们唱的录音传过去了吗？对对对对对，传过去了。对对对，收到。哦，太好太好，好。好，所以说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因为那个范倍的演唱是8分37秒，所以我们回来广告回来以后，就来请听众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没有在现场的，重新来聆听一下范倍的演唱。好嘞，好。好好，亲爱的听友，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不要走开哦，精彩就来。愚者在外境追逐一时的娱乐，因此苦上加苦；智者从内心找到永恒的平安，所以喜悦无穷。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多伦多佛光山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将于6月15日共同举办宗教联合祈福法会及佛光圆游会，上午11点举行祈福法会，多个宗教代表将一起祝愿世界和平。中午12点佛光圆游会，数十个摊位，百多种美食，外加儿童游乐场，充满欢乐的星期天，健康美味又好玩，欢度父亲节的最佳去处。有关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或者浏览网站 www.fgs.ca。好，亲爱的听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与幸福有约。这一期节目非常特别，是因为我们的
主讲嘉宾永固法师，他本人呢现在在 Mississauga 的 Celebration Square 正在亲临现场参与佛诞的庆典活动。那我们节目是采用电话连线的方式，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亲身感受庆典现场的状况。那按照这个庆典的仪式流程安排呢，大约是在4:50左右的时候，我们佛光山代表70人在永固法师的带领下登台演唱了梵呗。我们也刚刚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录音版，我们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聆听梵呗。是家如来南无。
慈悲喜舍变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行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佛光四句偈。现在听着我们佛光人哈自己在演唱这个的时候，好像又有了一种深层次的体验。尤其是我在耳机里面在听着这四句偈的时候，感受又格外不一样。师父，你们在现场的感受怎么样？其实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站在第一排正中央，那么开始诵经拜愿，我是看着现场大众，我都希望大家真的这个就是福慧增长。我在就是说感觉到全体大众都跟着我们一起在合掌唱诵哈、然后到刚刚在唱这个回向偈，就是你刚刚念的佛光四句偈的时候，我就不自主的就好像头抬起来望向天空，看起来很感动的，对，就是好像，很自然的希望把，就像慈悲喜舍骗法界，一福结缘利人天哦，然后就把这样的功德这个回向能够播撒到全世界这样，所以就我就看着天空，头大概我扬起来吧。觉得特别感动的。哎呦，太真是。那个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参加那个佛诞节的那个梵呗演唱的时候哈，我们从登上舞台手上捧着莲花一直到站在那儿，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一点不敢抬眼去看底下的观众，从头流泪流的真的是控制不住的，那种感受。平常时我们也是借着唱梵拜，有时候我们讲梵拜，有时候我们讲梵呗哦，那么来传达我们对佛菩萨的这份心意也好，或者去感受佛菩萨就是对我们的加持啊，这个就借着这个音声在做一种好像感应道交啊，所以特别在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广场哦，我就特别希望这个梵音可以就是好像遍满全天下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用心哈，师父像您这样带着观想唱出来的这个梵乐清净之乐，带给我们真是那种
正直、和雅、清澈、周遍法界的那种音质特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梵乐它区别于我们平时听到的这些流行歌曲呀，这些交响乐完全区别于他们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啊。像今年就说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不同佛教的不同国家的佛教在诵经哦。嗯，那我们刚刚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是中国式的梵呗哦。嗯，那么一开始我们在今天的开始听到的是南传的这种巴利文的唱诵，巴利文诵经啊。然后就到我们汉传诵经啊，是中国佛教诵经然后是越南佛教诵经之后是日本的法师诵经我这样听下来，其实都虽然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哦，那个调啊都不一样，但是都好庄严哦现在师傅啊，我听到你的电话里面隐隐能够听到现场的声音，现场现在正在干什么呢？现在应该是柬埔寨的民族舞蹈，所以他唱柬埔寨的语言的歌。柬埔寨的，其实刚刚我在听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梵拜刚刚的这个录音播出，我现场听到的呢，就我们的节目之后，就有像日本的这个节目表演，缅甸的传统舞蹈表演，还有刚刚听到是孟加拉的圣歌演唱，那现在是柬埔寨。的舞蹈那这次来参加庆典活动的这个团体很多呀，是有我初步估计是大概有至少15个国家那像泰国啊，就是越南缅甸、辽国柬埔寨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本地的斯里兰卡、印度加上我们中国、香港、台湾辽国，我刚漏了讲辽国老挝都有师傅，关于这个梵拜的演唱哈，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估计听众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哈，就是听着我们唱出来的是经文，但是又有好像又有一定的曲调，但是大家又不是严格按照同一个曲调在唱的，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在想，我们这个时间够吗？我需要点时间讲解哦，广告时间这个够吗？那有点紧张了。那师傅现在已经是5:45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是给师傅多留一点时间，再跟我们做这些解答，好吧？好，谢谢。好，亲爱的听友，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稍后回来，我们请永固法师跟我们做详尽的解答。好，一会儿见。不满与自卑大都是从比较中产生，人的快乐与幸福大都是从感恩中获得。多伦多佛光山寺以及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将于6月15日共同举办宗教联合祈福法会及佛光圆游会，上午11点举行祈福法会，多个宗教代表将一起祝愿世界和平。中午12点佛光圆游会，数十个摊位，百多种美食，外加儿童游乐场，充满欢乐的星期天，健康美味又好玩，欢度父亲节的最佳去处。有关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或者浏览网站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幸福有约的直播现场，刚才呢，我们的主讲嘉宾永固法师现在依然还在米萨嘎的Celebration Square， 永固法师还能听到我讲话吗？很清楚。哎，太好了！那个现在现场在做什么呢？现在那个孟加拉的一个歌啊，就歌曲的表演。那那之后呢，是湛山精舍的千手观音。这应该下一个就是了。那在这个千手观音之后，有很精彩的少林寺的这个禅舞中心表演的功夫。所以大概这个就是压轴了。千手观音会不会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雅语的那种千手观音呢？是的，就是。当然不是从国内来了，当然是我们本地的。我因为还没有看到他们表演，就是还不知道。不过我在湛山树宴的时候有看到过。应该是像今天达义法师再怎么忙，开幕的时候他还是特别赶了来。像另外汉传佛教像正觉寺的悟达法师，悟德法师他也是。还有叫中华寺是吧，心经法师也都有来展，他们都在现场。太好了。那我们等一下那个再来说现场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梵呗的演唱呢，好像大家在唱经文的时候是唱着经文歌词是这样，但是曲调呢似乎有一定的曲调，但是又可以你是你的调，我是我的调，可是合起来却是这么和谐，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还不止这样，其实中国之大呢，就是南方北方真的叫南腔北调。所以我们单一个汉传佛教各个寺院合在一起诵经呢，真的就是说大家要能够互相这个和谐还真有点不容易啊。那单单以佛光山的这个梵呗来说呢，我们像刚刚听到我们在诵般若心经同样一部经文但现场呢70多个人，那么诵出来大家顺着自己的气息就是呼吸气足了音会高那么气慢慢弱了就降下来，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自己的气还有一个音的这个波动，那几十个人就好像在好像一片法海之中，前浪推后浪，然后这个前仆后继，这样就形成一片叫做海潮音的唱诵对，平常是我们在佛光山诵经都是以这种海潮音的方式来诵经，所以会有不同的这个高低音，可是呢又非常和谐，像在海洋之中所以有一个更美的名字叫海潮音真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师傅今天是5月31号，我们举行的是卫塞节庆祝佛诞可是我们在之前呢，在农历的4月初8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行了佛诞浴佛节的活动了那这两个是不是是延续还是重复还是怎么，为什么好像听上去都是纪念佛诞呢？佛陀诞辰的纪念或庆祝活动其实呢在北传佛教在按照历史的记载那佛陀从诞生成佛到涅槃这是有三个日子就在一年里头农历4月初8是诞生然后12月初8是成佛然后到12月5号2月15号呢是涅槃
船啊、那但南传佛教呢，他们就把这三天合并在一起那么统一就在五月的月圆日五月月圆日，然后同一天举行，这三天就是佛陀一生之中重要的三天出生、成道、涅槃，合并五月这个月圆日，所以呢配合这个天气weekend 啊，所以就定在5月31号今天共同来举行庆祝佛诞，也是卫塞节所以说我们是沿袭了南传佛教，在五月把佛的三个纪念日佛诞、成道和涅槃三个纪念日合而为一所形成的，而且一定要在五月份是月圆之日。是是这个传统上，你像比如说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等这些国家呢，他们就越缅寮这些国家，他们都会在五月月圆日举行这个卫塞节你像泰国他们过年啊用泼水节啊这些都是跟这些都有一些相关的而且我看到资料上写的是在就是这个卫塞节哈已经被联合国所认可为国际性的纪念佛诞的日子了。是是，不但是这样，像以台湾来说呢，台湾的佛教它的很尊重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那所以呢大师就一直我说的大师就是佛光山的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由他能够推动到就是由台湾政府来就是定就公定国历的五月第二个星期天，那天是母亲节嘛齁对对，那同时同时也是国定佛诞节真好真好。我们希望有一天哈，就是在我们佛教联合的推动下，在加拿大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我们在加拿大的国际佛诞节。就是其实我们有几个寺院大家一起在商谈还是要从国家政府这一边，就加拿大这一边像我们这样活动大家一定要支持比如说我们明年度什么时候要来这个 Celebration Square 那大家一起来，慢慢的呢我们重视的人多，参与的人多那这个国家慢慢也会就是肯定佛教的不但是存在，而且要肯定它的贡献，还有发挥它的影响力让这个国家更加和谐就是净化人心促进社会和谐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年都这么样做，一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的。对对我也代表广大的佛徒广大的这个佛教徒感谢各个寺院的住持法师们为我们所做出的这一份心情和联合庆祝的活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是是是也借今天这个庆祝佛诞，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能够身心健康幸福美满。好，谢谢永固法师。永固法师，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哈我想请问现在现场的状况怎么样？现在我听到梵呗呀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寺院，好像是中国式的梵呗演唱是不同的它是唱赞跟刚刚我们诵经拜愿不一样听起来像不晓得是唱香赞还是哪一个香赞呢好那因为节目到最后呢，非常感恩永固法师今天在忙碌当中还要跟我们连线播出这一期的节目哈非常欢喜非常欢喜，也感谢永固法师。最后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些节目预告哈，因为在接下来两周的时间内呢，在佛光山总
的道场会有两次非常隆重的活动，一个就是在6月15号佛光缘游会和宗教联合祈安法会。那么在这个缘游会上呢，我们会能够品尝到各国的素食哈，不是各种素食，是各国素食，还有节目，有义卖，还有慈善公益的活动。这个素食呢，应该有大概150种的素食哦。哦哟，真是丰富。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对对对。具体详细的内容呢，我们还会邀请永古法师和佛光会的这个陈会长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好好。还有在6月21号呢，我们请到新培和尚来给大家6月21号的下午2点到5点，会在道场佛光山米萨嘎的道场有一个禅修指导。哎，这个哦，我小展我要补充一下，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我们已经截止哦。那个禅修啊，禅堂的位置呢，那我们改在大殿，但是还是一样超过名额，所以现在暂停禅修的这个就暂停受理。但是呢，6月22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呢，我们再特别请新培和尚为我们做一场佛学讲座。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有缘的朋友们，大家都来6月22号星期天下午2点。对，能够听新培和尚进行这个亲临指导我们的禅修哈。只不过顾师傅，您刚才说报名额已经超满了，我好遗憾哈。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哈，他们对于禅修呢都非常有兴致。假如说我们能够用这种广播电台广播的形式，请新培和尚能够对大众进行一些修行方法的指导，那不是受众更多吗？好好好，小冉说得好，那这样我们就来安排，就陪和尚来的时候，我们就抓紧时间赶快，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专访的录音。太好了。哎，好，好嘛。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期待着，也非常感谢永古法师忙碌当中接受我们的专访，也能够介绍现场这么隆重热烈的气氛。好，我们时间到了，要感谢大家，再见。谢谢，再见，阿弥陀佛。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冉宗宇主持，永固法师主讲。感谢胡坚、廖红安、刘景英、刘月喜温馨赞助。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